你觉得我这样怎么样？娇而不媚，很符合你现在饥渴的新婚少妇人设。哎，你这人会不会说话呀？我们这叫先婚后爱，小说网站上还有专门的标签呢。先婚后爱，婚是有了，爱呢？这什么呀？你姐妹，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？你女人的胜负欲。 我跟你说了啊，我要去手动拉新组。怎么了？我们夫妻俩开着两个房间的灯和空调，不觉得很费电吗？ 有件事我一直忘了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家没安空调，这些事你可以交给你先生来主动。好像也没那么冷了。 等一下，把这个带上，促进夫妻交流。等一下。